照你的实力，应该是出国一趟就是会有奖金啊。对，我们围棋比赛就是通常是会有奖金跟对局费的部分。对，但因为其实其实棋士就跟运动员一样，就是其实属于收入比较没有那么固定的。对，就是其实要看你的比赛成绩怎么样来决定你今年的收入。很好，好，然后来这里哦，来这里啊，朋友。好，来这里哦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叫了几张。好，可以哦。好。之前，今天应该算是第三次见面。第三次见面。对，就是之前其实是有见过两次。我觉得蛮巧妙。对对对。就是因为。而且我们刚好有同一个合作的对象，就是我们都有跟搭配合作过。对。跟搭配。就随便是前后的有什么差别？我觉得差别还蛮大的，因为其实我过去会觉得他是还蛮高冷的感觉，就是比较难以接近的感觉。但认识之后就会发现是很好相处。所以我现在就是有推出就是围棋的线上课程，那这堂课程是就是针对初学者的，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人以更简单、更便利的方式能够去接触到围棋。所以那个没有参加国际赛事，那奖金应该也少。所以他才学会断舍离嘛，对。算了，那因为依照你的实力，应该是出国一趟就是会有奖金啊。对，我们围棋比赛就是通常是会有奖金跟对局费的部分。对，但因为其实。其实棋士就跟运动员一样，就是其实属于收入比较没有那么固定的。对，就是其实要看你的比赛成绩怎么样来决定你今年的收入。最近其实看日剧跟美剧比较多，然后最近很红的那一部韩剧我看了一集，但因为第一集就死掉很多人，所以导致我有点害怕，就不敢再自己看了，就之后应该会找姐姐，就是两个人一起来看，对，而且应该也不会睡前看，就是我那天睡觉的时候觉得有点害怕。连身体会被放开。我自己其实就是把最近像佳佳说的游戏看完嘛，然后我也全部看完，我全部看完了，会不会很可怕？是蛮可怕的，但是我自己本身就对这种人性实验是很有兴趣。我一直觉得在遇到难题的时候，人会怎么做出抉择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，所以我特别喜欢这种题材的电影。然后我自己最近因为比较多时间花在看书上面，对，所以看的电影跟剧就是比较目标性的追剧。其实之前就是阿弟有放出一张我们两个之间的合照，然后当时底下的留言就还蛮激烈的，所以当时有猜到可能电视出底下的留言会比较激烈。阿弟算是理想型。就是我觉得会煮饭的男生是很加分的，因为我本身是不会煮饭的。我不太会煮饭，阿弟好了。我选阿弟。所以你不要黑佳佳啊。不，我说我是黑佳佳的话，我选阿弟。我没有很好，我没有很好。要拍片。对，接下来要拍片。那歌曲的部分，今年出好像会有。对，就是我现在最近这个因为疫情嘛，所以有一段空档，然后我就是准备。音乐作品跟电影作品这样。哪个会先？对不起。哪一个会先？哦，哪一个会先？等很久。再等我一下，快了，快了。